光辉一地救人一命，台湾陈土强基金会今仔日伫和平分局边啊举办爱心光辉的活动，和平分局嘛动员真侪义工志工共同来参与。虽然天气非常的热，但民众游玩相当热情，真侪人拍着日头伫光辉车边啊排队，等要上车光辉。即、这个，阮丹土强爱心联谊会吼，伫咱和平分局头前吼举办咱的光辉活动吼。啊，受到咱的民众吼非常热络来到阮参与咱这个活动吼。啊，阮因为阮丹土墙爱心联谊会是第一初次办的啦。啊，办甲受到咱的居民吼，台湾反应甲真好吼。啊，阮个这一挂志工啦嘛，做者志工来到阮斗骹手啊，一挂后抱囡仔啦吼，然后伊伫遐拍机咧嘛，甘愿伫遮排队来关怀做爱心吼。活动从早起九点半开始，一直到下晡一点半左右，已经有超过200位民众前来观会。唔呐，车外排队，车内嘛是一堆等待的民众。是在那个 FB 哈，看到哈那个代表，还有那个陈图强那个，在有在举办捐血，我有在定期捐血哈，所以看到这个信息，我就过来。捐血救人是一件好事，希望大家都踊跃来出来捐血。早上9点半开始到现在稍微1点半左右，我们就将近快200袋，然后民众都很踊跃，他们都是捐500的。光辉一地救人一命，不过民众在光辉进前一定要注意身体状况，以免发生贫血、头壳痛的情形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、何美采访报道。